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，抱着棉花糖我来喽。那么这个视频我们就一起来爆开看看究竟好不好看，记得提醒我放棉花糖哦。那从哪里先开始呢？从这里，从你的面前好不好？黄色可是我心尖尖上的颜色呀，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看，先嘚瑟一下。黄色果然是一坨坨，好好看是吧？像不像懒羊羊头顶上那个？来，我们抱红色的，这个颜色最近我接触的太多了，我儿子天天嚷嚷着吃西瓜，呜、哦，太凝固了，有点那种慕斯的感觉了。那我们来这个蓝，水墨蓝，看看好不好看啊？当当，哎哎，有点挺，哇，这个颜色好好看呀，上面已经甩上了一点点的紫色，看。紫色有点霸道了吗？这里像小花是吧？我们看这个啊，酸耳鱼，想不想吃煤球？想不想吃煤球？双击哦，双击可以吃煤球，哇，好好看啊、哦！那我们后面这两个先来哪一个呢？青青草原就是它，来个绿色，哇，这绿色还有点不愿意，不愿意放，不愿意。酸耳鱼走你，哇哦，果然紫色比较有韵味。直接把蓝色给吞没了，我们看这个，不愿意也得到它了。嘿，啊，挺好看，在这里几点？这里太黑了，放点这个进来，这叫人为的美感。然后我们再放上一些些的棉花糖啊，就先撒上一丝，哇，好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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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记得关注哦。再放一个大墩墩的棉花糖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关注我，下个视频我们一起来吃掉它。